侪建设，吼，予咱个高雄愈进步，予咱个台湾愈好啦吼。啊，而且嘛是爱特别感谢咱个即届四个候选人啦吼，咱其他三个候选人，咱即届吼展现了一个民主的风度啦吼。伫咱个选区内底咯，没有恶意的攻击啦吼，拢是用较正面的选举的方式吼，所以感谢啦吼。赖瑞龙主打政绩牌，第三度当选，心中有五个感谢，尤其是自己的对手。同时也提出安全优先、产业优先、环境优先三大核心政见，承诺打造更美好的高雄。而对手国民党候选人李明璇首度参选就投入高雄最绿的选区，虽败犹荣。在一边最想妈妈的时候，她一岁到两岁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我非常骄傲，让我的孩子知道我为了小孩摆在一个非常非常艰困的选区，我知道我走在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上面，让大家知道说有年轻人为了我们所爱的国家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在做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个挑战。提到小朋友，李明璇终于忍不住哽咽，但也开心地只说终于能好好睡觉了。李明璇这一次选战临危受命担任国民党美女刺客，最终还是不敌基层实力雄厚的赖瑞龙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